这个。你看这水晶宝宝倒到水里面，然后让它自己长大，然后放到这里的 star 一碎，然后就可以变这么漂亮。我要打开喽。我们有 black、blue、green、yellow and orange， 还有这个透明色。这个剪开，把它倒进去里面。哇！我没想到那么漂亮吧？一片。每一包150颗，因为上面写150颗，全部有1500颗，所以我们先倒。一片都一片长大耶，你看。等它长大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放到星星 star 里面。哇，你们看，变出这么多了，我摸起来像珍珠奶茶。你看，这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把这个转开。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是电池，就长这样。然后这个口，我们就用 J 磁把它用在上面，捞一把放进来。哇，你们看，全部装满了。这个转开哟。我要装上去咯，我要开咯。哇，你们看，漂亮哦。我们装一点点就装满了，还剩这么多。你们看这么大桶。Today 妞妞 point 100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去买买看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收看。